我好像不适合做的企划，因为我看起来太凶了。You go ahead, one minute Swiss. OK. You want more? You want more? Only this, OK? Then you come here. 他只用了一分钟。Only 1 minute, yeah? Yeah, 2 minutes. You want more? You can choose. No, it's OK. Thank you. Thank you. 哇，你好乖哦。大家好，我是蹦板，圣诞节的特别企划。蹦板暖心来送小孩圣诞礼物，只要小朋友在一分钟内拿到柜台结账的玩具，蹦板就全部买给他，也买了许多圣诞节礼物要送给附近的育幼院，希望大家有个快乐的圣诞节。以前也很穷，所以也不会去玩什么交换礼物，现在有钱了之后呢，更不会有人送我圣诞节礼物，只有我送人的份。为了弥补我这个以前的小小的缺憾，没过过圣诞节的感觉，所以我决定今天我要来当一个圣诞蹦来送大家礼物。这一次我主要就是想当圣诞老公公，所以我觉得规则我定得特别简单。游戏时间限制呢，就是小朋友只要在一分钟内抓到的礼物，我就全部买给他。现在来去找小朋友吧 ，Go！ 阿龙，我不好意思，可以采访一下吗？他现在几岁？2岁2个月。那他现在是属于可以沟通的吗？不能啊。那我要怎么叫他拿玩具？要拿什么玩具给他？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有一个小小活动，就是他可以去拿玩具，然后只要他手拿得起来的，都会由我来买单。小萝卜，你要拿什么玩具？是洋娃娃，还是要煮菜菜的，还是要那个乐高？谢。好，我就开始计时一分钟，那就看他拿什么。他如果要东西，他会怎么讲？小的他自己就拿了就走了。哦，现在是这样。弟弟，你要什么东西？你想要拿什么吗？我去拿一个。你要拿什么玩具？洋娃娃的，还是？你讲话啊！我都觉得我好像不适合做的企划，因为我看起来太凶了。你想要什么？那我觉得他要拿起来的东西好难哦，他感觉每个都玩一下下，玩一下下。是啊。我怕他一分钟到没拿东西。你要这个吗？你要不要这个？要吗？要不要买回家？哈喽，你拿去前面，我就帮你，我就买回家给你，好吗？他不要，哇！我第一次拍影片是要求人家买东西走。这你一直跟着我干嘛？还是跟着他干嘛？我要等他买东西，我这计划才完成。Happy birthday 蛋糕，回家可以唱 Happy birthday。你要这个吗？你要吗？要不要？要不要？呀呀，拿了吗？好，走 ，Go， 总算成功了 ，Go， 走。他提得动吗？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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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走。我加时间给你，哎，小心头。哦，对，他要看得到路哦。结账。那你要说谢谢。谢谢。说谢谢。哦，谢谢，总算大声一点，谢谢，圣诞节快乐。那虽然你现在听不懂，但是还是要跟你说，长大要孝顺阿妈，对。谢谢。不会不会，拜拜。拜拜，说拜拜。直接走。等一下，你的车车。好，问一下，妈妈平常买玩具会给你买吗？不会。好，那我跟你讲，我今天当圣诞老公公，你等一下一分钟，一分钟多久？你知道哈？你去把东西，你想买东西拿回来放到这边，我会帮你买单。对，那个小，但是要注意安全哦，你不要撞到跌倒。一分钟，我才跌到一分钟。不要跑太快，不要跑太快，对，还是安全为主。那你先跟我讲，你又想买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好，那你就自己看，小不要跌倒，对，因为如果跌倒我会自责，对。哎哎哎哎，来，3、2、1，好。你想要什么？你想要什么？你想要什么？你很常来这边吗？没有很常。想要什么？我也。你还有30，还有20秒。哦。对。还想要什么？你差不多，你要赶快跑回去，你要放在那边的桌上。
还有十秒，加油，应该可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不要跌倒，不要跌倒，不要跌倒，差一点点，但没关系，给他过，差五秒而已，他很认真的，会累吗？会。好，先帮你买单。因为我想说，我记得我几千块以下都免签的，为什么要签名？哦，这个有点贵。谢谢。开心吗？开心。祝你圣诞节快乐。那我很简单，就是我个人觉得，就是会不会念书没关系，因为叔叔小时候也不会念书，但我现在还是赚很多钱，所以要当好人就好，然后要孝敬妈妈，这样 OK 吗？他几岁？你知道妈妈吗？你怎么突然感觉不知道她几岁？那你几岁啊？24。你超年轻。今天会来这边是因为挑圣诞节礼物吗？对。现在你觉得带小孩辛苦吗？不会啊。不会啊。对吧。送去上学。他现在上课了吗？还没吧。上托婴啊。哦，他上托婴了。这是你第一个小孩吗？你第一个几岁啊？3岁9个月吧。哦，现在自己当妈妈了，那你会觉得？你对小孩的希望是什么？快乐、健康、不要伤害人，就这样。我觉得蛮有教育意义的。他现在有办法自己有，就是拿东西之类的吗？他可以啊。好，那我跟你讲，就是我等一下计时一分钟，他只要拿到了玩具，能送到柜台去。这个算吗？算啊。可是他自己提过去，我就会全我会买单。拿去柜台。看在年轻貌美的份上。啊，两分钟。可以吧，两分钟算蛮长，因为这边离那边距离大概只有十几秒。你说现在可以去选玩具，选好去 BB 好吗？你一个哥哥一个，你想要什么？救护车吗？那个叔叔拜托拜托。你准备计时，然后你自己哄他，因为我爸怎么，我爸怎么跟小狗都。救护车可以。开始。加油加油！加油！他才一岁多，你还要什么？你要哪个？赶快拿！还要哪个？来，放上去，放上去，放上去，放进去，放进去。来，我帮你放。来，好，你把推过去。我们去 BB， 走。去 BB， 再去 BB。所以你一个人带两个？他们都在托婴长大。哦，是啊，你自己要工作吗？我要工作啊。哦，那这蛮辛苦的。所以要靠托婴吗？本身从事什么行业啊？护理师。护理师，那不用计时了，我尊重护理师，直接你推到都算，好吧？加油！来，这个你要靠自己了。你开心吗？开心吗？谁的？这是你的。你可以不要叫叔叔，你可以叫爸爸，没有关系啊。就一定要把变狗的这样。你拿得动吗？你要帮？谢谢。帮忙你拿一个，谢谢。我应该是看起来最凶的，要听话知道吗？虽然说你听不懂我在讲什么。有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可以玩个游戏。要。哎，今天怎么会来这边？哦，因为我们就在旁边的商店。哦，你们是哪里过？澳门是香港的。哦，香港哦，你好你好，就是我们办一个小活动，那这活动大概因为他现在5岁嘛，那还 OK， 你们可以帮他沟通。一分钟之内在这商场拿到的东西，只要放到柜台，我会买单。You can do it. Just try your best. Okay. How much minute? 1 minute. Okay. 2 minute. 2 minute. Give you 2 minute. Okay. 就慢慢来，因为主要是怕小孩危险。哎，他蛮紧张的。真的。Go. 小心哦。You want fly? 他在绕圈圈。Also can. Okay. Then you go ahead. 1 minute Swiss. Okay. You want more? You want more? Only this, okay? Then you come here. Wow, you really big one. I like it. Okay, it's okay. 他只用了一分钟。1 minute, yeah? Yeah, 2 minutes. You want more? You can choose. No, it's okay. Thank you. Thank you. Wow. You're so smart. Go.
他直接不要说这样就好了。Big hug， 然后说谢谢，他给你 Christmas gift。那我突然想到，我好像没有自己陪过我儿子去买过礼物，那所以我刚才在过程中也买了很多给我儿子的圣诞节礼物。我记得我上礼拜我跟他聊夏天，就是说我工作很忙，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陪着他，但我没有要求过他什么事情，就只要好好长大，然后不要做坏事就好。那赚钱的事情就交给老爸我会让他尽量就是以后不会到太缺钱。都在外面就是在幼院的小孩，他们是过年过节会感受到更孤单，所以我想说，那今天的计划既然都要送小朋友礼物，我就多买了一些，就附近找了一间育幼院，就是送给他们。